我跟炎龙老师现在在那个挪威贝尔根城市来晨跑，他在我前面。沿着河岸边跑步真好，先这样咯，拜拜。天气太差了。谁？天气太差了。对啊。为了后天巨人之舌登山之前的慢跑，训练一下体力。我们要跑隧道的旁边，不能进去哦，不能进去吗？那个大墨镜外面没有亮，里面没有亮亮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快点，好，我们预计跑八公里，现在目前两公里。在贝尔根城市跑步，快跑完八公里了，现在是回程。哇，看到好多人，让大家分享一下。游客很多，跑得好爽，都流汗了。运动真的是一件好事，为了后天去爬巨人之舌所做的体力准备，在出国前我每天都跑五公里，就是为了后天的爬山。炎龙老师已经在我前面了，他跑得比较快。他在前面等我了，先这样咯。好，走，继续，拜拜。